生活王国两周年，大表演天下独立嚟计三周年。咁我哋今年系8月26号自费食饭，唔请啊，讲明。咁咧，大家都知道生活王国两周年内从来都系冇服务嘅。如果想见下我、闹下我、踢下我，或者就嚟摸下我，希望大家尽快报名。21号截止，网聚之后，我哋俾翻一个好嘅服务大家，希望大家支持。大飞看天下，元朗721，我哋最关心不服定刑同埋刑罚上诉遭到驳回。他是白衣人的其中之一，他叫做程伟明。他上诉，原审法官彭宝琴，他说大律师在审讯时曾争议被告的身份，但是程伟明他打断他，他说无需争议，那个就是我来的，就是他认了当日的片段里面那个就是他。跟住他说他还想讲一句说话，这个时候彭官继续阻止，但是程伟明他继续讲，当你没到，我觉得是政府叫我们去做事啫，就是这么简单。彭官这个时候表示我一定要停止你了，并解释法庭不是给你发表对案件个人看法或者观感。呢单新闻如果你唔讲，你对唔住我自己。法庭唔俾讲个人睇法，咁被告为自己辩护？有个法官咁奇怪嘅，佢为自己辩护就系佢个人睇法啦，系咪？而核心嘅就系、是、政府，系政府叫他们出来做事的啫。这句说话才是真真正正彭官不给他讲嘢下去的最主要的观点。要大家明白为什么一个自己辩护的人，他代表他自己，他不能够在庭上讲他自己想讲的事。这个亦都不是政治宣言，亦都唔系口号，而系讲佢嘅真实感受。原来法官系可以有权阻止你讲真实嘅感受，但系你就要问啦，点解？应该问点解？点解你觉得系政府叫佢哋做啲咁嘅嘢？当然啦，佢之前佢讲觉得呢、这个先至系可圈可点。当日好多事，点解721你见到警察见到白衣人手执武器佢哋掉头走，点解喺一个白衣人聚集嘅地方会有中联办嘅车喺嗰度，点解咁多乡绅系参与，最重要嘅就系721完咗之后好多嘅警察去入到村里面，结果一无所获，就咁样开车离开。你就要明白点解香港电台蔡玉玲根据蛛丝马迹调查到当日参与嘅人究竟系边一个试图遮掩呢啲咁嘅事实。原来当日嘅白衣人施袭者真真正正做嘢嗰班人，佢哋觉得系政府叫佢哋出嚟嘅啫，就系、是、咁简单。做法官系咪应该了解一下？喂，点解佢咁觉得啊？系法官李家超或者当日嘅林郑月娥，佢哋或者邓炳强、萧泽颐，系咪佢哋指使嘅呢？呢件案件咁多疑点，系咪要了解得清楚呢？如果真系有主谋嘅，系咪应该要抽佢出嚟嘅呢？而唔系
简简单单就咁判佢咧，或者抽出嚟嘅唔系特区政府，系乜嘢外国势力呢？因为我哋要明白，我哋而家香港包括中央，甚至李家超、邓炳强，佢哋都讲紧一套语言，包括系文汇大公，佢哋都话当日系有境外势力参与。喂，白衣人今日爆料、哦，究竟佢系讲香港政府啊？定系讲美国政府呢？点解去到关键核心嘅时候唔俾讲？当辩护竟然就系你嘅个人睇法，真系唔知点。而更多嘅就系当日喺片段出现嘅，而家掟西瓜都揾唔到。数人头数人样嘅有六十几人，今时今日得几个被告？呢啲疑点系咪真系要摊开嚟讲？点解警方做嘢咁慢？点解对一啲已经影晒相出嚟，甚至被人哋已经将佢嘅身份揭露咗出嚟嘅，佢哋唔作出拘捕行动或者通缉佢哋？而当佢哋讲系唔系香港政府指使嘅时候，你斩断佢，系唔系国安法官都知道背后发生嘅故事？定系因为呢位白衣人佢讲中咗个四月？如果唔系嘅，以特区政府嘅警察嘅办事能力咁高，冇理由亦都冇可能到今日都仲未拉人。呢单嘢系真系要 share 出去。节目做到呢度，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科金睇广告，可以话加入会员同 patron 大飞 Antenna， 需要大家的支持，亦都希望请大飞饮杯咖啡。好嬲，拜拜。IM 澳洲移民公司专注移民廿几年。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全程学费港币150,000内，无需雅思成绩。我哋为18到31岁的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办理劳工定居签证，冇年期上限。我哋亦都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职，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啲找 Christy 啦。